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颖君。我们基本上是以显微镜下的微生物的图案为基底，然后透过数位印花，就是将它重新排列组合的方式，然后透过数位印花把它呈现出来。然后就像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合成的一个图案，然后再经过变色，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特效的效果，才会呈现出这样的图案。都有用比较大型的基眼去代表说它是有显微镜窥探这个印花的意义。那我们想要将这种可怕的东西呢，透过美丽的印花然后呈现出来，让大家觉得说，哦，微生物其实是也是可以很漂亮的。Hello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荣彦。我这次的灵感就是来自于50年代的女性，然后所以我参考了很多50年代当时的摄影大师的作品集，所以我截取了50年代的轮廓，然后再借由试了很多当代的材质，去希望可以呈现就是当代的优雅这样。我这次运用了白色，然后来做系列感的串联，然后像身上这一套呢，它上面的是一个果实的印花，然后果实的印花我是用那个雷射的胶印，然后把它就是运用在那个布料上面这样。For the first prize, Formosa 看宝岛 ，Exploring Formosa。Vogu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连佩龙。我主题是Formosa 探宝岛，然后我的灵感来源是因为台湾大自然已经长久以来有受到破坏，然后我们居住在这个城市啊，却不知道这个城市是多少动物牺牲下换来的，想要唤起保育意识这样子。我设计主要是以毛衣为主，像这一套的话，它的表现岛屿地形，所以有山，然后这边是草地，然后上面蓝色部分代表的是海洋。然后像这个包包，我就是以台湾梅花鹿的元素融入在其中，唤起保育意识这样子。